都说你不胖，哪里胖？你现在应该不要减，太瘦了。我真的刚刚一上来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紧张。嗯，就是我没想到就是这么坐这么近，没想到就是，然后很长时间没有就是说。因为没有就是拍戏什么的都是跟男生在一起啊，然后拍的题材都是一些，然后那个拍的刚上部戏是部队的嘛，然后都是跟一些兄弟们混在一起，兄弟们混在一起啊，对，然后突然啊跟这个直播间跟薇娅姐坐的太近，然后就有点紧张。你怕我那个一会儿会问你一些什么犀利的问题吗？不，那不怕。不怕什么？真的？那不怕。那我跟你讲，大不了不回答。哇，他们不回答，他们没事，你看他们都在呢，怕什么？其实哲瀚，我觉得现在我没想到你会来直播间会紧张，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刚开始啊，有紧张，因为马上5月21号你就要来我们直播间，哦，而且5月21号对你很重要那天，哦对哦，我知道，我想起来了，对，5月21号那个哲瀚会来我们直播间，而且那天真的，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对耳朵应该会很享福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今天来直播间，前几天哲瀚的新歌环绕也刚上线了，我觉得一定要给他们打个call，我们大家要支持一下，所以今天来直播间能不能给我们唱两句觉得自己的新歌环绕。好好，